记住，服务业千万不能跟客人起正面冲突。哦，是的，我知道了。叫你经理出来！你知道我是谁呀？啊？我要告诉。小姐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要求我们公司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耶。什么叫没有办法处理啊？这款保养品花了我1000块耶，我不是说过我要求终身保固而已耶，这很困难吗？啊？小姐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公司所有的最新试用品，我送你回去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下次再来啦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天啊，那个客人，你怎么办到的？这个吗？我把他当病人在医啦。